地时间12月1日，全家华人协进会伦敦分会一年一度最大的春节庆祝活动庆隆会在伦敦会议中心正式启动，来自当地的各大赞助商代表到场参加。启动仪式上，宾客首先通过视频对2015年庆隆会进行了简要回顾。据了解，2016年庆隆会将于2月6日在伦敦会议中心举行，在门票形式上依然采用去年 USB 卡的形式，价格为128元每位。本次活动部分收入将捐给糖尿病协会。